你好，我要交解说。我的名字叫的Alfitria，我今年26岁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的体重21公斤。我的老公离婚，我还有小孩一个男生。我妈妈爸爸工作农夫，我两个妹妹，一个弟弟，我已经工作台湾10年，从2019到2023年，我工作台湾帮阿公，我会送中招财，我会中白骨当中咖喱鸡炒饭炒面，我也会做家事，扫地、拖地、洗衣服、当衣服，谢谢。